传说，当红色极光出现的时候，地球上的邪恶力量就未必释放出来，变成怪兽。这些怪兽将毁坏地球，危害人类。仙翁，请你想办法救救地球，救救可怜的人们吧。怪兽出现在市区，真的出现在市区了。惜自己的生命与这些怪兽进行战斗。战斗？我？为什么？这就是被选中者必然的命运。来，哎，味道还可以吗？不错，来多吃点啊。哎，哥啊，我想参加 SAM 的陆队考试。SAM？ 哦，就是那个调查异常事件的研究机构是吗？对，如果怪物出现的话，我就能上第一线了。大家好，我叫袁东，请各位多多指教。我叫雷霆，是 SAM 队的队长，欢迎加入 SAM 队。相信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上班的时候不要来找我吗？哎呦，有怪兽啊！什么？不好了，有怪兽！袁东，你带领市民到安全的地方，我们做掩护。是。保护我七分兽，保护我七分兽。我来引开他。玉兰，不要乱来啊！